这是什么粉末？ 也就是这产品，汤生活性银杏精华的主要成分。经过制造后呢，最后的成品会是这个样子的。哦，原来是这样的。这又是什么呢？ 这是HPLC， 也就是高效液相渗透仪器。我们用这仪器呢来检测这银杏原料是否成分。 那是如何操作的呢？这粉末呢将会被稀释成这样的液状，然后这液体呢将会被注射入这仪器内。经过这仪器检验后，检测结果将会通过图表显示在这荧幕上。 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对比标准图表，以分析原料的纯正度。哦，明白了，原来这就是 HPLC 的功用。好了，我明白了，谢谢。咦，回善，他们在做另外一个检验了，走，我们现在过去看看。Hello，我可以知道他们正在研究些什么吗？可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它正在进行溶出度测试。什么是溶出度？溶出度测试呢，就是检验一颗锭片或者是胶囊需要多久的时间在我们的体内溶解并释放有效成分，让我们的肠胃吸收。就是利用这个仪器。是的，这是 dissolution test， 也就是溶出度测试检测仪。检测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这可以确保我们的产品可以迅速的被溶解，并完全被我们的身体吸收。我们也可以通过它对市面上其他的产品的功效做出比较。Thomson产品安全可靠，品质保证，所以大家可以安心购买Thomson系列产品吧。Your health deserves the best.